讲到神话故事的四大神兽，当然你会想到青龙、白虎、玄武以及朱雀这个四个神兽吧。这些呢一定是在神话故事中一定会出现的神兽、不过呢要怎么样把神兽当作你的坐骑呢？马上就到第一战神里面呢就会告诉大家所要知道的答案哦。智美网络最风光的网页游戏第一战神推出以来一直以层出不穷的新玩法而受到好评，最近第一战神又推出最新玩法，不但有刘邦、项羽、韩信等历史名将穿越时空帮助玩家一统三国，更有史上最大规模的跨服竞技挑战赛，只要玩家主将等级达到70级就可以参赛，优胜王者将登上龙殿轩的龙王宝座，当然更少不了超赞的王者奖励，包含坐骑四大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横空出世，匹配各大显赫的称号，让玩家威名远播哦。